是有戏的地方，往往就能见到它。他是一狂热的我们的京剧的追求者，这喊道好都是你给台阶啊，后边人的那道好声整个就爆炸了，楼上的人还跺台板，两手拍那扶手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拍扶手。在戏园子里面，好的他就鼓掌，是吧？就是使人家演唱者能够得到一种肯定。这个领头人就是在应该叫好的那个地方抢先这么零点一秒，有一个虚字，哎，就这个 A 有时要声音大，调门高，得响堂，爆发力 A 很短。我给他出一个栏目叫志明细化，因为京剧艺术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艺术。他的摇旗我看过一遍，哎，当时这个戏是北京市的市长彭真他指挥的，排队买票要排一天一夜，夜晚的时候排队，有的人真是披着被窝，就是棉被，那时排队非常的规矩，十个人作为一个小组。把细化说出来了给大家分享，我想大家一定是很愿意听的。